也。张仪至秦，降罪坠车，称病不出三月的不可得。楚王曰：仪以无绝其为上薄邪？乃使勇士送仪北辱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楚服而合于秦。秦齐交合，张仪乃起朝，谓楚将军曰：子何不受的？从某至某，广袤六里。楚将军曰：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，不闻六里，即以归报怀王。怀王大怒，兴师将伐秦。陈轸又曰：伐秦非计也，不如因路之一名都与之伐齐，是我亡于秦，取长于齐也，吾国尚可全。今王已绝于齐而则期于秦，是吾和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。楚王不听，遂绝合于秦，发兵西攻秦。秦亦发兵击之，驻所隐卫失伤于之地。十七年春，与秦战丹阳，秦大败我军，斩甲士八万，虏我大将军屈盖、皮将军冯侯丑等七十余人，遂取汉中之郡。楚怀王大怒，乃西国兵复袭秦，战于蓝田，大败楚军。韩魏闻楚之困，乃南袭楚，至于邓。楚闻，乃引兵归。驻所引此丹阳在汉中，驻镇亦蓝田在幽州东南八十里，从蓝田关入蓝田县。PG 944。十八年，秦使使约父与楚卿分汉中之半以和楚。楚王曰：愿得张仪，不愿得地。张仪闻之，请之楚。秦王曰：楚且甘心于子，奈何？张仪曰：臣善其左右近上，近上又能得。是与楚王性激正秀，秀所言无不从者。且以以前使复楚以伤于之曰：今秦楚大战，有恶，臣非面自谢楚不解。且大王在，楚不以敢取于臣，杀夷以辨国，臣之愿也。夷遂使楚至，怀王不见，因而求张仪，欲杀之。仪思于晋上，晋上唯请怀王曰：居张仪，秦王必怒。天下见楚无秦，必亲王矣。又谓夫人郑袖曰：秦王甚爱张仪，而王欲杀之，今将以上庸之第六县入楚，以美人聘楚王，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应。楚王重地，秦女必贵，而夫人必赤矣。夫人不若言而出之。郑袖促言张仪于王而出之。宜出，怀王因善欲宜，宜因说楚王，以判从约而与秦和亲，约婚姻。张仪已去，屈原使从其来，见王曰：何不诛张仪？怀王悔，使人追仪，伏及。是岁，秦惠王卒。二十六年，齐闵王欲为从长，恶楚之与秦和，乃使使以楚王书曰：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。今秦惠王死，
武王。立张仪走位，出李吉、公孙衍用而除世秦。夫出李吉善乎？韩，而公孙衍善乎？魏，楚必世秦，韩、魏恐，必因二人求和于秦，则燕、赵亦宜世秦。四国争世秦，则楚为郡县矣。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、魏、燕、赵与为从而尊周氏，以按兵其名，令于天下。莫敢不乐听，则望民臣矣。王欲诸侯并伐，破秦必矣。王取五关、蜀、汉之地，思吴、越之富而善江海之利。韩、魏割上党，西薄函谷，则楚之强百万也。且王欺于张仪。王得汉中，兵挫蓝田，天下莫不待王怀怒。今乃欲先试秦，愿大王熟记之。PG 945。注所引案：下文始言二十四年，又更有二十六年，则此错。云二十六年，演字也，当是二十年事。又许广推效二十年，取五岁，二十三年归五岁，则此必二十年、二十一年是乎？注正义五关在商州东180里商洛县界，蜀巴蜀汉中郡也。楚王业已欲和于秦，见其王书，犹豫不决，下其意于臣。群臣或言和秦，或曰听其。昭居曰：王虽东取的于越，不足以刷齿，必且取的于秦，而后足以刷齿于诸侯。王不如深善。其韩以众出礼及，如是则望得韩，其之众以求的矣。秦破韩以阳，而韩犹复视秦者，以先望目在平阳，而秦之五岁去之70里，已故犹未秦。不然，秦攻三川、赵攻上党，楚攻河外，韩必亡。楚之救韩，不能使韩不亡，然存韩者楚也。韩已得五岁余，秦以河山为塞，所报得莫如楚后，臣以为其事亡必及。其之所信于韩者，以韩公子内为其相也。韩已得五岁于秦，王甚善之，使之以齐。韩众出礼及，及得齐，韩之众，其主弗敢弃及也。今又一之以楚之众，出礼，子必言秦，复与楚之亲的矣。于是怀王许之，竟不和秦，而和其以善韩。注所引七于反，注所引弘农之县在神池西南，注所引非尧都也，注所引亦非和贤之县，则韩之平阳，秦之五岁，并当在一阳左右。注正亦三川洛州也，注正亦河蒲州西黄河也，山韩西境也。 PG 946。 注正义妹莫革反后同。注即解徐广曰：怀王之22年，秦拔以阳，取五岁。23年，秦复归韩五岁，然则已非20年事矣。
二十四年，备齐而和秦。秦昭王出力，乃后路于楚。楚王淫妇。二十五年，怀王入与秦昭王盟，约于黄棘。秦复与楚上雍。二十六年，齐、韩、魏为楚附齐从亲而合于秦，三国共伐楚。楚使太子入职于秦而请救，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，三国引兵去。二十七年，秦大夫有司与楚太子斗，楚太子杀之而亡归。二十八年，秦乃与齐、韩、魏共攻楚，杀楚将堂妹，取我重丘而去。二十九年，秦复攻楚，大破楚，楚军死者二万，杀我将军紧缺。怀王恐，乃使太子为职于齐以求平。三十年，秦复伐楚，取八城。秦昭王以楚王书曰：“使寡人与王约为弟兄，盟于黄棘，太子为职，至欢也。”太子临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。寡人臣不甚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职于其以求平。寡人与楚皆近攘界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。而今秦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愿与君王会五官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。敢以文下执事。楚怀王见秦王书，患之，欲往，恐见妻；无往，恐秦怒。昭居曰：“王无行，而发兵自守耳。秦虎狼，不可信，有并诸侯之心。”怀王子子兰劝王行，曰：“奈何绝秦之欢心？”于是往会秦昭王。昭王诈令，一将军伏兵五关，号为秦王。楚王至，则避五关，遂与西至咸阳，朝章台，如藩臣，不与抗礼。楚怀王大怒，悔不用昭子言。秦因留楚王，要以歌巫、黔中之郡。楚王欲盟，秦欲先的地。楚王怒曰：“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一地，不复许秦。”秦因留之。PG 九百四十七，助正义案之父为因，父之父为婚，父之父母案之父母相未为婚姻，两案相未为亚。著所引诱扶风未呈现，故咸阳城也，在水北山南，故曰咸阳。咸皆也。楚大臣患之，乃相与谋曰：“吾望在秦不得还，要以割地。”而太子为职于齐，齐秦合谋，则楚无国矣。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，昭居曰：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，而今又被王命而立，其庶子不疑。”乃诈父于齐，齐闵王谓齐相曰：“不若刘泰。”自以求楚之淮北。相曰：“不可，引忠立王，是无暴空直而行不义于天下也。”
或曰不然。引中厉王因与其兴王室曰：与我下东国，吾为王杀太子，不然，将与三国共立之，然则东国必可得矣。齐王促用其相计而归除太子。太子恒志，立为王，是为请相。王乃告于秦曰：赖社稷神灵，国有王矣。请襄王恒元年，秦要怀王不可得的，楚厉王以应秦。秦昭王怒，发兵出武关攻楚，大败楚军，斩首五万，取西十五城而去。二年，楚怀王王逃归，秦觉之，遮楚道，怀王恐，乃从贤道走赵以求归。赵主父在代，其子惠王出力，秦王室恐不敢入楚王。楚王欲走魏，秦追至，遂与秦使父之情。怀王遂发病，请襄王三年，怀王卒于秦，秦归其丧于楚。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执秦。秦楚绝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年表云取十六城，既取西，又并取左，又十五城也。因按地理至弘农有西县，正义扩地至于邓州内乡县城本处。西邑亦名丑，汉至西县，因溪水为名也。注所引主字亦或作王。PG 九百四十八。六年，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，大胜，斩首二十四万。秦乃依楚王书曰：楚备秦，秦且虑诸侯伐楚，争一旦之命。愿王之赤士卒，得一乐战。楚请襄王患之，乃谋复与秦平。七年，楚迎复于秦，秦楚复平。助正义扩地至云，伊阙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。十一年，齐秦各自称为帝，越余复归帝为王。十四年，楚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，结和亲。十五年，楚王与秦三晋便共伐齐，取淮北。十六年，与秦昭王好会于燕。齐丘复与秦王会壤。十八年，楚人有好以若公为角家归燕之上者，请襄王闻。召而问之，对曰：小臣之好射其燕、罗龙，小使之发也，何足为大王道也？且称楚之大，因大王之贤，所亦非执此也。昔者三王以义道德，五霸以义战国，故秦、魏、燕、赵者，齐、燕也；齐、鲁、韩、魏者，亲首也；邹、费、谭、披者，罗龙也。外其余则不足射者。见鸟六双，以王何取？王何不以圣人为公，以勇士为角，十张而射之。此六双者，可得而狼宰也。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，其祸非特赴宴之时也。王朝张公而射魏之大梁之南，加其右臂而尽蜀之于韩，则中国之路绝。
而上蔡之郡坏矣。还设与之东，解为左肘而外及定陶，则为之东外弃而大宋，方与二郡者举矣。且为断二壁，滇越以因及檀国，大梁可得而有也。王清剿兰台，引马西河，定为大梁，此一发之乐也。若王之于一城好而不厌，则出宝宫。盘星角设啄鸟于东海，还盖长城以为防，朝射东举。细发配丘夜加即墨，故据五道，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。西捷径于赵而北达于燕，二邻三国不包，二一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。北游牧于燕之辽东，而南登望于越之。 PG 949。 会稽，此在发之乐也。若服四上十二诸侯，左迎而右服之，可一旦而进也。今秦破韩以为长忧，得列城而不敢守也，伐魏而无功，及赵而故病。二二则秦魏之勇力屈矣，楚之故地汉中，昔利可得而复有也。王出宝宫，盘星角，设蒙塞，二三而呆秦之卷也。山东河内二四可得而易也。劳民休息，南面称王矣。故曰秦为大鸟，覆海内而处，东面而立，左臂巨赵之西南，右臂覆楚燕郢，因及韩魏。二五垂头中国，二六处既行变，是有地利，奋一鼓包，方三千里，则秦魏可得独招而夜射也。欲以激怒襄王，故对以此言。襄王因召与语，遂言曰：夫先望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，愿莫大焉。今以匹夫有怨，尚有报万乘，白公子虚是也。今楚之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犹足以踊跃中野也，而坐受困，臣妾为大王弗取也。于是请襄王遣使于诸侯，复为从，欲以伐秦。秦闻之，发兵来伐楚。著所引其因其小燕也。著即解徐广曰：吕敬曰龙，野鸟也。因龙所引吕敬因龙，邹邑因奴动反，刘因龙，龙小鸟。著所引一小符，有亲守者。著所引邹密二因，著所引以御夏文、秦、赵等十二国，故云六双。著所引其游戏也。著所引因患未绕也。著所引因时，著正义与因语。臣在汴州雍丘县东。著所引解因计买办。著正义言王朝张公设为大梁汴州之南，即加大梁之右。 PG 950。 B 连韩谈，则河北中国之路向东南断绝，则韩上蔡之郡自破坏矣。复绕雍丘与陈之东，便解散魏左肘宋州，而外及曹定陶，即魏东之外解气，则宋方与两郡并举。著即解徐广曰：卿赢也，应征
兰一座简。朕亦朕玄云，清屈也，将免之贤位之淫，收神所清也。按角思神，系亦射鸟也。若因及谈，为大梁矣了，乃收矣。角于兰台，兰台环山之别名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以时复一角曰盘，盘音波，所引盘，作盘音波，复音复。注集解徐广曰：浊一座独，还音患，盖一座易，易现在乐安，盖现在泰山。冀北卢县有长城，东至海也，所引浊音咒，为大鸟之有沟会者，以比其也。还音患，未绕也，盖者覆也，沿射者环绕盖覆，使无非走之路，因以长城为防也。许以盖为易县，非也。长城当在济南，镇亦泰山。郡记云：泰山西北有长城，沿河近泰山千余里，至琅斜台入海。其记云：齐宣王城山岭之上筑长城，东至海，西至冀州千余里，以备楚。扩地至云：长城西北起冀州平阴县，沿河立泰山北冈上，今冀州淄川及西南兖州博城县北，东至密州琅斜台入海。冀代冀云其有长城巨防，足以为塞也。注正义扩地至云：密州莒县，故莒子国。地理至云州，武王封少昊之后，嬴姓于莒，始都冀津，春秋时徙居莒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在清河。正义扩地至云：沛丘，丘名也，在青州临淄县西北二十五里也。注所引故反也。五道当在其西界，亦从一横为五道，亦未详其处。正义刘伯庄于其西界，按盖在亳州之西境也。PG 951。注正义言：从冀州长城东至海，泰山之北，黄河之南，近举收于楚。注正义言的其的曰：结于赵，为境界，定从曰也。注二林所引北一座渡，渡者宽大之名。言其境既服，收宴不难也。正义北达，言似通魔所至爱，言宴无山，何之县也。注二一集解徐广曰：因是一座属所引义座是同是尺板，三国齐赵燕也。注二二所引故有反也。注二三集解徐广曰：或以为名今江夏一座免。正义扩地至云：故名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十里于邑也。渡御云河东大洋，有名城是也。徐言江夏亦物也。注二四正义为华山之东，淮州河内之郡。注二五所引为韩魏当行之前，故云阴极苏本作阴非。
注二六所引垂头游深井也。言欲吞山东，楚欲与其韩联合伐秦，因欲屠周。周王乃使武功为楚相。昭子曰：三国以兵割周交的以便书，而南契以尊楚，臣以为不然。夫是共主，臣是君，大国不侵，以西挟寡，小国不富。大国不侵，小国不富，不可以致民食。民食不得，不足以伤民。夫有屠周之身，非所以为好也。昭子曰：乃屠周则无知。虽然，周何故不可屠也？对曰：君不武不攻，臣不食不为。夫一周为二十境，攻之所知也。韩常以二十万之息辱于境之。臣下瑞士死，终是伤而进不拔。公之五百韩以屠周，此天下之所知也。夫愿解两周以塞邹。鲁之心交绝于齐，身失天下，其为是为矣。夫为两周矣。PG 952。后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若矣，何以知其然也？西周之地绝长不短，不过百里，名为天下共主，列其地不足以肥国的，其西不足以进兵，虽无功之名为弑君，然而好事之君喜功之臣，发号用兵，未尝不以周为忠使，是何也？见计气在焉，欲弃之志而忘弑君之乱。今韩以弃之在楚，臣恐天下以弃仇楚也。臣请辟之。夫虎肉骚，其兵力深，人由攻之也。若使则中之迷蒙虎之皮，人之攻之必万余虎矣。列楚之地足以肥国，驱楚之民足以尊主。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，居三代之传器，吞三合六义，以高事主，非贪而合。周书曰：欲起无先，故气难则兵至矣。于是楚计辍不行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定王之曾孙，而西周惠公之子。注所引共主，弑君，据弑周自谓也。共主言周为天下，共所宗主也，弑君言周世代代君于天下。注正义言周王之国，其地虽小，诸侯尊之，故敌二十境也。注所引邹鲁有礼义之国，今楚欲结怨两周而夺九鼎，是塞邹鲁之心。注正义楚本与其韩合伐秦，因欲屠周，其不与屠周，故其交绝于楚。注正义三川两周之地，韩多有之，言后韩也。注正义方城之外，许州邺县东北也。言楚取两州，则韩强，必若楚方城之外也。注所引魏虎以爪牙为兵，而自立于防身也。注所引公义而立大也。正义也则之泥蒙衣虎皮，人之功取必万倍于虎也。辟楚伐周收计器，其由泥蒙虎皮矣。
PG 953。住所隐为九鼎也。住所隐何亦作十同音力。三合六义亦为九鼎也。空足曰何？六义即六耳，亦近耳旁，是具小而雅。十九年，秦伐楚，楚军败，歌上拥汉匪的与秦。二十年，秦将白起伐我西陵。二十一年，秦将白起遂伐我郢，烧先望木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，东北保于陈城。二十二年，秦复拔我屋前中郡。助阵亦为割防金军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。助及解徐广曰：蜀江下。阵亦扩地至于西陵谷。臣在黄州黄山西二里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年表云拔引烧夷陵，所引夷陵，陵名后为县，属南郡。镇亦扩地至于峡州夷陵县是也，在荆州西。应少云夷山在西北。二十三年，襄王乃收东的兵，得十余万，复西取秦所拔我。江旁十五邑以为郡，据秦。二十七年，使三万人驻三晋拔燕，复与秦平，而入太子为职于秦。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。三十六年，请襄王病，太子王归。秋，请襄王卒，太子雄。元代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，封以吴，号春申君。住所隐系本作完。考烈王元年，纳州于秦以平。是时楚亦弱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南郡有周陵县。六年，秦为邯郸，诏告及楚，楚遣将军景阳救赵。七年，至兴中，秦兵去。PG 954。十二年，秦昭王卒，楚王使春申君调辞于秦。十六年，秦庄襄王卒，秦王赵振立。二十二年，与诸侯共伐秦，不利而去。楚东袭都寿春，命曰隐。住所隐案，赵帝无名心中者，中自悟。巨鹿有心事，中当为事。朕亦心中，襄州安阳县也。七国时为民心中意，秦庄襄王拔之，更名安阳也。注籍解徐广曰：年表云六年春申君就诏，十年徙于巨阳。注镇亦寿春在南寿州，寿春县是也。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，子幽王汉立。李渊杀春申君。幽王。三年，秦魏伐楚。秦襄吕布为卒。九年，秦灭韩。十年，幽王卒，同母弟游。戴笠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二月余，哀王数兄复除之徒袭杀哀王，而立复除为王。是岁，秦鲁赵王迁。王复除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可赐秦王。
二年，秦始将军伐楚，大破楚军，亡十余城。三年，秦灭魏。四年，秦将望简破我军于齐，而杀将军项燕，住所引击其二因。五年，秦将望简蒙五岁破楚国，鲁楚王复楚，灭楚名为楚郡于。注及解孙简曰：秦鲁楚王复楚，灭去楚名，以楚的为三郡。所引裴注平引孙简，不知其人本末，盖其人也。太史公曰：楚灵王方会诸侯余身，诛其庆封，坐章华台。PG 955。求周九鼎之时，治小天下，及饿死于生害之家，为天下笑。操行之不得，悲夫！视之于人也，可不甚矣。气急以乱立，必盈。秦语甚乎哉？己在亡国。注所引因其所引数赞，欲雄之四，周封于楚。辟在荆蛮，必露蓝缕。即通而罢，建号曰武。文纪拔身，臣亦设许。子羽篡敌，伤臣，杀父。天祸未毁，贫奸自护。朝困奔亡，怀破求辱。请相考。列坐衰南土。PG 956。史记卷四十一。世家十一月望勾践世家。月望勾践，其先与之苗裔，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。封于会稽，以奉守与之嗣。闻声断发，披草来而一焉。后二十余，是至于允常。允常之时，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。允常卒。子勾践立，是为越望。著正义吴越春秋云：与周行天下，还归大越，登茅山。以朝四方于臣，封有功，爵有德，崩而葬焉。至少康，恐与气。宗庙祭祀之爵，乃封其庶子于越，号曰吴余。贺循会稽祭云：少康，其少子号曰于越，越国之称始此。越爵祭云：吴余都，会稽山南故越城市也。著正义于地志云：越侯传国三十余夜，立英至周晋王。时有越侯夫谈，子曰允常，拓土始大，称王。春秋贬为子。元年，吴王阖庐闻允常死，乃兴师伐越。越望勾践使死士挑战。三行至吴城，呼而自尽。吴师观之，越因其疾吴师，吴师败。于罪礼，射伤吴王阖庐。阖庐且死，告其子夫差曰：必吴望越。注及解度律曰：吴郡嘉兴县南有罪礼城。所引是在左传鲁定公十四年。PG 912。三年，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，且以报越，越欲先无畏，发往伐之。范蠡谏曰：不可，臣闻兵者凶器也，战者易得也，争者是之末也。
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是身于所莫，上帝敬之，行者不利。越望曰：吾已觉之矣。遂兴师。吴王闻之，悉发精兵及越，拜之夫交。越望乃以余兵五千人保其于会稽。吴王追而为之。注及解度欲曰：夫交在吴郡吴县，太湖中交山是也。所引夫音符，交音交，本又作秋，因酒小饭。甲魁云地名。国语云：拜之五湖，则杜预云在交山为碑。是据哀熙元年。注及解杜预曰：上会稽山也。所引邹旦云：宝山。曰七有鸟栖于木以避害也，故六韬曰：君处山之高者则曰七。越望谓范蠡曰：以不听子固志于此，为之奈何？蠡对曰：持满者与天，定亲者与人，结士者与地。卑辞。后蠡以疑之，不许，而身与之事。勾践曰：诺。乃令大夫种行臣于吴，西行顿首曰：君王王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，勾践请为臣，妻为妾。吴王将许之。子虚言于吴王曰：天以月赐吴，勿许也。种还，以报勾践。勾践欲杀妻。子反宝器，处战已死。种指勾践曰：夫无太宰匹贪，可有？以利请贤行言之。于是勾践以美女宝器令种前献吴太宰匹。匹兽乃见大夫种于吴王。种顿首言曰：愿大王赦惧。见之罪，进入其宝器，不幸不赦，勾践将尽杀其妻子，凡其宝器，悉五千人处战，必有当也。匹因说吴王曰：越以服为臣，若将赦之，此国之利也。吴王将许之。子虚进谏曰：今不灭越，后必毁之。勾践遣军，种离良臣，若反国，将批之。958。为乱。吴王弗听，促射越，罢兵而归。助正议会稽典录云：范蠡自少国，越之上将军也。本是楚宛三户人，杨黄倜傥富俗。文种为宛令，遣吏夜奉。吏还曰：范蠡本国狂人，身有此病。种笑曰：吾闻事有贤俊之资，必有杨黄之机，内怀独见之明，外有不知之悔，此故非二三子之所知也。驾车而往，离避之。后知众之必来也，谓兄嫂曰：今日有客，愿假衣冠，有请种至，抵掌而谈。旁人观者耸听之矣。注及解为昭曰：与天法天也，天道隐而不异。所隐与天，天与也。言迟闷不异，与天同道，故天与之。注及解于翻曰：人道上千非以自牧，所隐人主有定，亲之功，故人与之也。
注集解为昭曰：时不至，不可强身；事不究，不可强臣。所引国语以作语，此作以一语一也。言的能才成万物，人主宜皆用以法的，故地与之。为昭等解恐非。注集解为昭曰：是利也。魏伟管要属国家，以身随之，正义非作言辞，后宜真法。不许凭愿望生往事之，如是假或义以利，此事定亲为之计。注所引大夫官种名也。亦曰大夫姓由司马司。图之彼盖非也。臣者平也，求何于无也。正义无月春秋于大夫种姓。文明种字子禽。今平王时为晚令，知三户之礼，犯离从犬斗。敦而废之，从立恐文种眠，令人引衣而张之。文种曰：吾张也。吾闻犬之所废者人，今吾到此，有圣人之气，行而求之，来至于此。且人生而犬废者，谓我是人也。乃下车拜礼部。为礼 PG 959。注所引贤因记贤反，贤行犹为行。注所引国语云：越氏美女二人，使大夫种一太宰匹。注所引延西五千人处战，或有能当无兵者，故国语作偶，偶亦相当对之名。又下于吾乃商君王之所爱乎，是有当则相商也。勾践之困会稽也，喟然叹曰：吾忠于此乎？种曰：汤系下台，文王求有礼，敬重耳冠敌，其小白冠举，其促王霸，由是观之，何惧不为服乎？吾既射月，月望勾践反国，乃苦身焦思，志胆于坐，坐卧即养胆，饮食亦常胆也。曰：女望会稽之耻邪？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知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彩，折节下闲人，后遇宾客，朕凭吊死，与百姓同其劳。御史范蠡至国政，蠡对曰：兵甲之事，种不如蠡，田府国家，亲附百姓，蠡不如种。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，而使范蠡与大夫这机形成，为职于吴。二遂而无归离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吊一座葬。注所引正音，注所引越大夫也。国语作朱基引：勾践自会稽归七年，抚寻其士名，欲用以报吴大夫冯通。见曰：国心流亡，今乃复应给，善事费力，无必惧，惧则难必至，且至鸟之极也，必逆其行。今夫无兵加其境，愿生于楚越，名高天下，实害周氏，得少而攻多，必赢自矜。为越计，莫若结其清楚复晋，以后吴。吴之至广，必侵战。是我连其权，
三国伐之，越成其弊，可克也。勾践曰：善。著所引冯姓同名，故楚有冯伯。PG 960。居二年，吴王将伐齐。子胥谏曰：未可。臣闻勾践食布，众位与百姓同苦乐，此人不死，必为国患。吾有月复兴之疾，其与吾戒者也。愿王视其先月。吴王弗听，遂伐齐，败之艾陵、鲁。齐高国已归，让子胥。子胥曰：王无喜。王怒，子胥欲自杀，王闻而止之。越大夫种曰：臣观吴王政交矣，请示。常之待粟，以报其事。请待吴王欲语，子胥见勿语，王遂与之。越乃思喜。子胥言曰：王不听见，后三年无其胥乎？太宰品闻之，乃述与子胥争乐毅，因谗子胥曰：五原茂中而时忍人，其父兄不顾，安能顾王？王前欲伐齐，原强健矣，而有功，用事反怨王。王不备五原，原必为乱，与冯同共谋谗之王。王始不从，乃使子胥于齐，闻其托子于鲍氏，王乃大怒曰：五原果欺寡人，亦反，使人赐子胥鼠漏箭以自杀。子胥大笑曰：我令而复霸，我又力弱，若出欲分吴国半羽，我不受矣。今若反以缠诛我，嗟乎嗟乎！一人故不能独立。报使者曰：必取吴衍至吴东门，以观越兵入也。于是吴人匹阵，著所引借肘因借险，著所引在鲁哀十一年，著所引国会子高昭子，著所引儿汝也，父何如也？著所引若亦汝也。著所引国语云：吴王欲曰，孤不使大夫的剑，乃甚以痴宜投之于江也。居三年，勾践召范蠡曰：吾以杀子胥，导于者兮，可乎？ PG 961。对曰：未可。至明年春，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，吴国精兵从王，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。勾践复问范蠡，蠡曰：可矣。乃发檄留两千人，教士四万人，君子六千人，诸御千人，伐吴。吴失败，遂杀吴太子。吴告急于王，王方会诸侯于黄池，聚天下闻之，乃密之。吴王以盟黄池，乃使人厚礼以请陈越。越字杜亦，未能灭吴，乃与吴平。著所引在哀十三年。著所引据左氏传，太子名有。著所引于书云：刘有五行，按刘放之罪人，使之袭战，认为卒伍，故有两千人。朕亦未先冠其流利战阵死者两千人也。
住所隐未尝所教练之兵也。故孔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之是也。”注集解为昭曰：“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，犹无所谓贤良，其所谓是也。”于翻曰：“言君养之如子，所引君子为君所子养有恩惠者。”又按左氏楚沈以虚率兜君子以祭师。杜预曰：“兜君子为兜义之事有复楚者。”国语王以私促君子六千人。著所引朱玉为朱李氏之官在君有执掌者。其后四年，越复伐吴，吴士民罢弊，亲锐尽死于其境，而越大破吴，因而留为之三年，吴失败，越遂复欺吴王于姑苏之山。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西行而前，请陈越望曰：“孤臣夫差敢不复兴，亦日常得罪于会稽，夫差不敢逆命，得与君王臣以归。今君王举玉旨而诛孤臣，孤臣唯命是听，义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？”勾践不忍，欲许之。范蠡曰：“会稽之披之九百六十二。”是天以月赐吴，吴不取。今天以吴赐月，月岂可逆天乎？且夫君王早朝宴罢，非为吴邪？谋之二十二年，一旦而弃之，可乎？且夫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。伐柯者其则不远，君望会稽之恶乎？勾践曰：“吾欲听子言，吾不忍其实者。”范蠡乃鼓进兵曰：“王矣，属朕于执事，使者去，不者且得罪，吾使者弃而去。”惧见怜之，乃使人谓吴王曰：“吾至王永东，君百家。”吴王谢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事君王。”遂自杀。乃毕其念曰：“吾无面以见子虚也。”越望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匹。注集解于翻曰：“吴大夫。”注集解于翻曰：“执事离自谓也。”注集解于翻曰：“我为子得罪。”所引于翻注盖一国语之文，今望此文，为使者一速去，不且得罪于越，亦一通。注集解杜预曰：“永东会稽据张县东海中州也。”所引国语云：“与之夫妇三百，是也。”注正义经之面一是其一项也。越绝云：“吴王曰：‘闻命。’义以三寸薄命无两物，使死者有之。吴绵见吾子虚公孙胜，以为无知无耻生者。”越望则解兽以觅其目，遂伏剑而死。觅因觅，故也王云大惊复也。勾践以平吴，乃以兵北渡淮，与其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至共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座，命为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帝与楚归吴所亲送的于宋与鲁四东方百里，
当世时，阅兵横行于江淮东，诸侯必贺，号称霸王。注集解楚世家曰：越灭吴而不能镇江淮北，楚东侵广的至四上。PG 963。注所引越在蛮夷、少康之后的远国小，春秋之初未通。上国国史记为略无世系，故纪年称为余子。据此文，勾践平吴之后，周元王使命为国，后遂建而称王也。范蠡遂去，自其一大夫种书曰：飞鸟尽，良弓葬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望为人常景鸟会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子何不去？种见书称病不朝，人或谗种且作乱。越望乃赐种见曰：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三而败吴，其四在子，子为我从先望视之。种遂自杀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角一座交，注正义曰绝律九术，一曰尊天是鬼，二曰仲裁必矣宜其君，三曰贵敌素履以空其邦，四曰宜之好美以迎其志，五曰宜之巧匠使其功事高台以尽其才，以疲其力，六曰贵其愚臣使之一拔，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，八曰邦家富而备气力，九曰兼甲利兵以成其弊。勾践卒，子王使与立，王使与卒，子王不受立，王不受卒，子王温立，王温卒，子王义立，王义卒，子王之侯立，王之侯卒，子王无强立。注所引纪年于晋出公十年十一月，与子勾践卒，是为坦直。注所引时因时，与因于按纪年于与子勾践卒，是坦直。四路引历六年卒，乐资云：月与未路引为时与也。注所引纪年于不受历十年见杀，是为盲姑。四诸句历，注所引纪年于子诸句：三十四年灭滕，三十五年灭谭。PG 964。三十七年诸句卒，注所引纪年于亦：三十三年迁于吴，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就是其君意，十月杀诸九华，无人立子错之为君。明年大夫四区定乱，立无余之。十二年四区地中是其君莽安，赐吴专利。吴专八年薨，是为坦竹莽。故庄子云：越人三世其君，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不肯出。越人勋之以爱，臣以亡于乐资云：号曰吴专。盖吴专后，乃赐吴强也，则望之侯及无余之也。注所引盖吴专之地也，因其两反。王吴强时，越兴师北伐齐，西伐楚，与中国争强。当楚威王之时，越北伐齐，
齐威王使人说越望曰：“越不伐楚，大不亡，小不夺。徒越之所为不伐楚者，为不得进也。”韩谓步步攻楚，韩之攻楚，复其军，杀其将，则夜阳敌为，未亦复其军，杀其将，则城上蔡不安。故二晋之事越也，不至于复军杀将，马汉之力不效，所重于的晋者何也？越望曰：“所求于晋者，不至顿刃皆兵，而况于攻城为一乎？愿为以拒大梁之下，愿其之士兵南阳举的，以拒长谭之境，则方城之外不南，淮泗之咸不东，商于西利，宗湖之地下路以左，不足以备秦；江南四上不足以待越矣，则其秦韩未得志于楚也。是二晋不战分地，不跟而获之，不此之为，而顿刃于河山之险，以为其秦用所待者。如此其失计，奈何其以此亡也？”其使者曰：“信也越之不亡也，吾不贵其用置之如木，见毫毛而不见其节也。今王之敬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，是木论也。王所待于敬者，非有马汉之力也，又非可与何军联合也，将待之以分楚西也。今楚西以分，何待于晋？”越望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楚三大夫张九 PG 965居北为屈沃于中，以至无甲之关者3700里，仅翠之军北据鲁齐南阳，分有大此者乎？”一八且王之所求者，斗晋楚也。晋楚不斗，越兵不起，是之二五而不知时也。此时不攻楚，臣以视之越大不旺，小不薄，复仇旁长沙。二邻楚之素也，晋是邻楚之才也。越窥兵通无甲之关，二依此四义者不上共事于隐矣。二二臣闻之，徒亡不亡，其必可以薄。然而不薄者，王道失也。故愿大王之转攻楚，助阵义业，是设反今许州邺县阳翟，河南阳翟县也。二亦此时蜀韩与楚犬牙交近，韩若伐楚，恐二亦为楚所为，助阵义城今城州也，上蔡今豫州上蔡县也。二亦此时蜀魏与楚犬牙交近，魏若伐楚，恐二国为楚所为也。助阵一言韩魏与楚邻，今令越合于二晋而伐楚。助即解徐广曰：“孝由见也。”助阵一从，不至。以下此事其实者众难越望。助阵一顿刃，助营垒也，皆兵战也。越望言韩魏之事，越犹不至顿刃皆兵，而况更有功臣为义，韩魏使服乎？言魏擒其而故是越也。著所引此南阳在其之南界，举之西；著所引长，一名
盖骈文所封邑。坛，故坛国。二邑皆，其之南地。驻镇一方城山，在许州叶县西南十八里，外为许州、豫州等。严卫兵在大梁之下，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野。驻所隐寺亦并属南阳，楚之西南也。镇亦立阴直阔的。至于商洛县，则古商国城也。荆州屠富于邓州内乡县东七里于村及于中的也。阔地至右于邓州内乡县楚邑也。故立县在邓州新城县西北三十里。按商于西立在商。PG 966。邓二州界县邑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胡国今之汝阴，所引宗胡一名。胡姓之宗，因以名义。杜预云：汝阴县北有故胡城，是。注集解徐广曰：盖为江夏之下，所引徐氏以为江夏，非也。刘氏云：楚氏诸夏，路出方城，人向北行，以西为左，故云夏路以左，其意为的也。正义阔地至于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，南入穰县，北连义望山，无土之处类石，为故楚襄王控霸南土，争强中国，多筑列城于北方，以示华夏，号为方城。按此说刘氏为的，云意图稀少，不足备秦。遥五二官之道也。驻镇邑江南、洪饶等州，春秋时为楚东境也。四上徐州，春秋时楚北境也。二境并与越邻，言不足当伐越。注所引言越望之境之师，不自觉越之过，由人眼能见毫毛而自不见其节，故谓之目论也。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北面曲沃，正义阔地至于曲沃故城在陕县西三十二里，于中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。尔时曲沃属魏，于中属秦，二地相近，故楚为之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吴一座西。注镇义案：吴甲之官当在江南长沙之西北也，言从曲沃。于中西至汉中八乌前中千余里，皆被秦尽也。注镇义鲁兖州也。其密州莒县亦南至四上也。南阳邓州也，实属韩也。燕楚又被此三国也，分散有大此者乎？注集解徐广曰：一座宠。注二林所引刘氏云：富者发语之身，非也。言发语身者，文是然也，则是托况自耳。愁当作灿灿意，名自俄耳，则灿旁长沙是三邑也。下云晋是林，当为晋林泽，言晋林之山则出财物，故楚有七泽，盖其一也。PG 967。和尚文为四邑也。正义父福父反。
注二一即解徐广曰：吾一坐西。注二二正义言今越北欲斗晋楚，南复仇敌楚之四邑。庞长沙晋陵则也。庞长沙出粟之地，晋陵则出财木之地，此亦晋长沙谈。恒之境，越若窥兵西通五甲之关，则四亦不得北上共于楚之隐。都已。战国时永称恒潭越鄂江洪饶并是东南。晋属楚也。原籍遣抚射薛并越西晋属越也。于是越遂弑其而伐楚。楚威王兴兵而伐之，大败越，杀王。吴强进取故吴的至浙江，北破其于徐州，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利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兵于江南海上，伏巢于楚。注集解徐广曰：周显望之四十六年。所引案纪年。